自己个性的时候，大家都是属于那一种。嗨，阿安达明星，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对、啊，你要跟大家午安。大家午安。嗨，嗨，我们今天来的这个真的是个大明星。这个现在那个喜欢你的人刚好都在放寒假，最认识你的人、哦、对吧？对。所以家里如果有那个大学生的、啊，就赶快去打听一下说，哇，这个妹妹是谁呀、啊？然后呢，你家的小孩就跟你说，哇、哦，她是我的偶像。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很开心。嗯，今天来的干对我们有些人来讲是一个新面孔、新朋友，对我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但是我知道你这个在各大院校里面，那个大学院校当中，你可是一个非常火红的这个明星，而且是大家的偶像。要用最温暖的掌声好了，因为我不知道这里面大哥哥、大姐姐多少人认识你，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有那个拍手来鼓励一下，那个我们欢迎。以后一定是个大明星，洪安妮小朋友、哦，欢迎你来，谢谢。是吧？你是个小朋友吧？我吗？也还好，我也毕业有一阵子了。一阵子的意思是两个月。你几岁啊？我今年过生日的话就25。25，对，好啦，就是看起来就是个很文静的那个小女生。然后今天带了自己的专辑来，对不 对？快点，快点，快点，我要收礼物了。哇，好开心哦！谢谢你耶，我现在受到了那个万千学子的嫉妒，因为我从洪安妮手上，哎，看，拿一下你那个经纪人要拍照，快点，我们要，啊、你知道，出来外面社会走跳，就是会留下一些这种照片，比方说颁奖典礼啊，送礼物啊，送奖状，洪安妮，然后这是你的算是第一张创作的专辑，对，而且是全创作，哎，对，每一首歌都是自己写。所以你是一个量产的人吗？就是写很快，写很多，然后。写的让你就是停不下来，没有哎、欸，不然呢？有一阵子可以写很快，有一阵子可能什么都写不出来。那一阵子写很快的时候，你怎么了？不知道，心情好吧？吃到什么大补丸吗？还是怎么样？可能哎、欸，可能周边的朋友给我一些想法这样子。哦，真的，所以你喜欢跟别人聊天。还好，我是喜欢观察别人。所以你喜欢观察？哈、啊，天哪！你现在在观察我们吗？那你在这里有想要观察谁吗？我不好意思打扰他们。不用，你在观察他不会被你打扰。不然你观察那个那边有一个穿灰色毛衣，然后脖子上有那个蓝色围巾那个，你等一下观察他一下。然后你观察一阵子、嗯。我刚刚有观察到。真的吗？他现在就不知道你在观察他，然后他就假装镇定。我觉得他很漂亮。真的哈、哦，他很漂亮。然后那你观察他，你会怎么观察一个人？我吗？对啊，但是时间太短，有点不会啊。你现在从这里开始，然后大概一个小时，他好像还没发现我们在观察他，那你就一直偷偷观察、哦。他发现了，但是我们不用理会他，哦、我们就继续观察他就好。那你观察到最后的时候，你再选一首你专辑里面适合他的歌，最后再唱那首歌送给他哦，这样好不好？好啊，因为你就是你这里有11首歌嘛，对，那你看着看着这个姐姐，然后你就会有一些想法。那你就最后我们送一首歌给他这样子，因为他是安安大明星的大制作人，这样可以吗？ Oh. 你要好好观察他。哎，但是我们这样，对，你知道我们这里就是内举不避亲的，我们从来也不会让，就是不跟人家都介绍那个。安妮今天来到这边，安妮是你的本名。对，我的本名，身份证上的名字。哦，身份证上的名字、嗯，所以一直以来就是用这样，就是有点那个，好像是翻译的名字杨明这样子行走天涯。对啊，就是。大家都以为是昵称，是啊、嗯，我以为是个小名啊，或者大家那个妈妈啊、爸爸、啊、喜欢叫你的那个，就是家里头那个妹妹啊，然后觉得妹妹不好听，说安妮啊这样子。嗯，对啊，但是结果不是，不是。所以那阿嬷叫你的时候，会有点比较觉得阿嬷叫
安妮呀、啊，妈妈叫你安妮，安妮叫这个名字很好哎、欸，因为安妮叫久就爱你呀、啊，爱你呀、啊，这样子感觉来说，就很多人就会很喜欢你哦。啊，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比较常听到人家讲话叫安妮怎样怎样安妮、啊，然后我就以为有人在叫我。哦，没关系、啊，就是你知道每个人思维不同的时候，就会想到那里，就是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你其实还是个屁孩。对，有哦，真的吗？也还好。但是安妮到那个学校里面就是很比较说很夸大，就大家就是看到你就像看到神明一样那种感觉。没有啊，没有。会一直疯狂的尖叫，真的吧？好像不要客气了。你这样眼前那个在校园演唱啊，这样一眼望去看到最多人大概多少人？嗯、也很难讲，从来没去算过。我不知道哎、欸嗯，我没有算。那你看到那个万头钻洞的现场啊，或是人山人海的那种场面，你会怎样？有些人啊，有些艺人看到很多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啊、拍手啊、叫名字，会很开心。但有些人就会很害羞。你是哪一种？你都不是。我会有点害羞。有一点害羞，像现在这样吗？那你会觉得我很吵吗？一直讲话？不会，我觉得很好。真的很好吗？因为你不想讲话。所以我们是一个互补的概念。可是你今天来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要宣传你的专辑，对，所以我们今天会让这个安妮在现场这个多多的表演，因为这些都是你的作品嘛，所以其实随便点个歌你都应该刷一下吉他立刻就可以演唱的非常的开心。对，歌词都有记住吗？有。真的吗？对，所以我要开始了，我没有要照你的歌单让你唱歌。哦，是哦。对啊。我要先随便自己点一首歌、哎，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哦、那个歌名听起来很可爱，为什么会想要写这首歌、啊、这个是因为有一次看一本书然后什么书还记得吗？我忘记书名了、那内容是什么？是小说还是传记还是那种一本薄薄的小说？小说，然后翻译小说、翻译小说是在讲一个大象收留一个孤儿的故事，一只大象收留一个孤儿，对，它有一点童趣，对，哦，是有童，就是有一种狼王子的概念那样子，小孩从小在狼的家里面长大，然后长，那个小孩最后有变大象吗？没有，哦，好，不好意思，他，反正那个大象很会画画，然后，所以他是小王子的朋友，他是那个，哎。对啊，这个两个其实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是就是有那种感觉。我打开你的神经了，原来你讲到童话，讲到一点点那种那个，就是那个天马行空的事情的时候，你很有感觉，然后你当整个眼睛是亮的耶，真的，真的啊。那所以这首歌，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这是你的一种感叹吗？还是你的一个期待？还是你的一些就是？对，我也忘记怎么会想到，反正里面有一句歌词是那个书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感人。哪一句话？是那个我来翻，你来说。如果眼泪最浪漫的时刻是看你，最浪漫的时刻看你是最浪，看你什么是最浪漫的时刻？那不是你的歌词吗？你都忘光光了，怎么办？那等一下你又忘词，你就变周华健了，怎么办呢？好。看你什么是最浪漫的时刻？看你快乐、啊、对对对对，是最浪漫的时刻。对，然后我就是想这句话让你很感动。对，我蛮喜欢的。为什么？就觉得很浪漫，但是不会那么的爱情的浪漫，就是很天真的浪漫，天真的浪漫。所以你不想要谈恋爱，你现在只想要天真的。对，就是觉得，是一个很真实的一种气氛嘛、对啊，浪漫不一定是一定要什么玫瑰花，他只是看到他很开心，他就觉得很浪漫。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眼泪是透明的意思。对啊，因为眼泪就是透明的。对，那所以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你希望它是什么颜色？它就可以是随着情绪变换颜色。那你这里面是要唱这种感觉吗？对。好，那我们先来唱这首歌。好啊，yeah、真的不是歌单的歌。真的耶，我们为什么要唱歌单的歌呢？你有这么多好听的歌，你到校园去不就是个大家喜欢随意点你唱歌的那个女孩 吗？来听安妮唱歌哦，这是我今天第一个自己乱的歌单帮她点的歌。应该是一首很大家喜欢的歌，来，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
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会随着情绪变色，那这样你会不会更明白我的心呢？直到我再难过，直到我很心动，直到我的爱情已经藏你很久，我用尽心力让你感受，感受到对你和别人不同。吧，你刚刚唱歌的时候，有人被你打动了，嗯，因为他本来在打字，然后他们回头了，真的哦，对，在那边，不好意思打扰你们，没有，你没有打扰他们，他是惊艳，他是心想说，应该是你进来的时候，他们想说那谁呀、啊，然后坐下来的时候发现，哇、哦，就这样是这种感觉、哦，真的吗？你人生当中常发生这样的事吗？因为其实看你就是有人在讲说。进了这个表演的行业嘛，那其实可能会对自己的一些装扮啊、嗯、还有对自己包括的可能服装啊造型啊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希望它有一点点缤纷吧，或是有一些让人家可以吸引目光的那种样貌外形，可是你是那种打开喉咙打开嘴巴唱歌的时候就把人给吸进来的那种人，所以你在这两件事情上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或是坚持吗？你喜欢很素朴的这样子、哦、你说装扮吗？对呀、啊、还是你其实是一个公主、就是、安妮公主啊，你不就是一个公主的名字吗？没有、欸、就是、啊、就安妮的名字就有点娘啊，但我没有办法改变、哦、真的，所以你想要当一个很 man 的人，你是这个意思吗？强尼当强尼没有、哦、好好，如果安妮变成强尼，那感觉也是蛮酷的、欸、对啊，比较中性还不错。不会啊，你看起来一点都不中性，你的声音那么甜，你喜欢当甜美系的人吗？没有耶、欸、那不然你要当怎样的？就舒服舒服。你到校园去是最多的那种表演的算是一个经历吧，这么讲对不 对, 对，然后就几乎唱遍了全台湾大大小小的学校，从北到南、嗯、从南到北、嗯、对、最难忘的一些现场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会跟我互动的学生的话、嗯、觉得很感人，因为通常、哦、你那么红，他们你们走到哪里都、嗯、大家都在互动吗？不这样子吗？就是通常你刚刚你的那个经纪人跟我讲的，他说你在那个校园就是一个风云人物、啊、真的吗？哦，好，你就是你心受惊吓了，没关系啊、哦、对啊，就是很喜欢人家，谢谢同学，真的、嗯、哪一个学校有让你特有印象的？很多耶、欸、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一记得，不用一一啊，就哦真的哦，那是在哪里？ 他学校旁边有稻田，还是有看到唱歌的时候白鹭鸶飞过去啊，还是突然间那个没有白鹭鸶，还是校园里面有一只什么那个小黑狗然后看到你就特别的开心？那个有一次那个海我们一起去的海洋哦，海洋哦，在基隆那边。我也有蛮深刻的、哦嗯、怎么了？你就是唱歌看到海吗？还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很热情吗？是，就有点感人。真的热情的概念是、嗯、就是会一直跟我大声互动哦，真的哦，就一直在那边啊你啊你，就是我问什么就会很踊跃的回答，就觉得好、啊、那我现在帮你演大学生，那你问我好了，我来踊跃的回答一下。哎，制作人呢要踊跃回答。我们现在是那个，就是三立大学的学生。我们现在看，好、哦、欢迎欢迎，快点，那跟我互动。啊，我错了啊，不行，你我要留半拍给你。我发现我们之间我太强拍了，然后你很慢慢来，然后这种我们这种那个冲突的感觉，感觉还蛮好的。嗯，就是那时候会有感觉，以前上课啊，我们都不理老师。哦、然后如果
那时候就觉得我当初应该要理老师，就是，因为他很可怜，在台上，啊，真的，对啊。所以你现在就是离开学校之后才开始，就是觉得自己以前就是那个感受，就好像我在台上，啊，然后同学都不理你，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不会吧？你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理你啊？哪有？你应该没有遇过这种事。没有啊，就觉得如果，啊，所以你现在心里有一点对不起老师，觉得应该要踊跃的回答他。真的？那你有这里面哪一首歌适合跟老师道歉啊？哦，可不可以原谅 他吗？哎，欸，好哎，欸，这比较是忘记事情。对对对，因为这首歌原本就是可不可以原谅总是忘记事情的女孩。哦，对啊，你总是忘记跟老师就是，哦，互动，对他好一点。对对对，所以这样可以。那我们，哦，对啊，那我们来唱这首歌给你以前的老师啊。哦，真的，这个吉他我有点忘记。真的假的？对啊，你有你会忘记的事情哎，欸，我们会原谅你的。好吧。那我想一下。不用想啊，你怎么弹都对啊，因为这是你的歌哎，欸，你今天可以用今天的想法去唱这首歌就好了。好啊，那我们来唱这首歌，嗯，那你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是可不可以原谅他。好，那我可以喝水吗？可以，谢谢。水在哪里？这边哦，在你这。哦，哇，你好，你的水是那个满天星空的瓶子。好，我想应该有很多学生有这个水瓶吧。这个吗？就他们看到你什么他要去买一模一样样的。好，我们要来唱歌咯。说如果你唱完歌啊，他们没有拍手，你要原谅他，因为他们会以为还有可以一直听，所以他们会突然间就自己哎，欸，没有了，但是他们会觉得掌声会打扰你，所以他们应该是这种感觉。不会不会，真的，谢谢。你喜欢一种什么样的表演的方式？我发现你其实一把吉他，然后你人坐下来就唱完一首歌，然后哪怕只是一小段，然后你就这样在台上坐着，然后我们就在台下傻着，好像可以这样哎，欸，都不用说话。通常都是蛮多这样。哦，真的吗？就是一场很安静。那你就哦，那你下次就办一个我只唱歌不说话演唱会好了。不行哎，欸，这样子会睡着大家。不会，他们不会睡着啦，他们会自己在那边哟呼哟呼这样子。这样很好啊。当然蛮好的。对啊。所以这样你也是蛮轻松的。也是可以。你唱歌跟讲话的声音不太一样。好像哎，欸，对。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情的？嗯，其实自己录然后听就知道了。哦，是，嗯，所以你大概几岁开始发现你自己的歌可以就是唱给别人听这样？我自己的歌吗？对啊对啊对啊。高中吧。高中，嗯，高中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一些那个自己的作品的发表这样子，还是？对，因为社团会有那种惩罚啊，嗯，什么比赛之类的。是
你一直以来都是用吉他跟你在做音乐上面的伴奏啊、互动啊，还有一些包括你的创作，是这样吗？还是你有其他的乐器的长才？有，也会用那个钢琴。钢哦，所以是一个会弹钢琴的女生。会，但也没有很厉害这样。所以是从小学的，还是长大了喜欢音乐才自己去摸索的？小时候第一个是学钢琴，先学了钢琴，对，然后吉他是高中才开始学。高中，对。高中学吉他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很会弹吉他的学长，还是没有？学吉他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写歌哦，真的。所以就是用那些和弦，对你来说，还是你是用和弦写歌，还是是写那个乐谱的？我不会乐谱，我就是就这样旋律先录起来，我记起来，然后再想怎么配。哦，是，所以。你先写好了歌曲、然后再去想那些歌词的内容，这样子 也可能一起，或者是先写歌词、你自己公开算是邀请大家来听歌的唱的第一首歌，你还有印象吗？就是你第一首把它放到网络上去的，因为你们生长在一个很就是很不一样的时代，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对啊，你我知道你是从那个网络上开始被别人发现，哇，这有个人唱歌声音好别致的女生这样子、然后就看你有印象第一首，对啊，是自己的歌吗？还是你是 cover 什么歌？我也没印象，真假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猜应该可能是黄衬衫的男孩，应该是吧？那是你写的第一首歌的，就是。放上去吗？放上去的，我也忘了，有可能吧。是哦，阿里有唱过别人的歌放上去的吗？有。谁？忘了。啊？卢广仲哦。卢广仲应该也有吧？应该也有。弹吉他啊，方大同也有。哦，你唱方大同的歌，什么歌？那时候是一个学校的比赛、然后是那个每个人都会，我跟我的朋友一起组一队这样子，就两个。就是美声团体这样，两个女生，两个女生，然后你们都弹吉他吗？还是他就有你就是你就一个单纯唱歌的，然后你会去我们两个都弹，然后两个都唱，你们唱方大同的歌，对呀、什么歌啊？每个人都会，每个人都会，你可以现在唱一下吗？哦，歌词完全忘记了，忘光光了，对啊，真的，好吧，那我们就不要唱了。对啊，每个那忘词的这件事情啊，对你一个在当评审的老师来说，是评分很扣分的重点吗？因为那个比例上面有就是有写的话，我就会觉得需要技巧，因为是比赛哦。对啊，毕竟大家都表现很好的话，如果忘词的那个人可能就会被扣到了。真的？那你觉得扣忘词这件事，就是扣分在忘词这件事情上是好的吗？还是如果但我觉得。如果不是比赛的话，我是觉得还好。真的？为什么要这样不答？因为他说他是评审，我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会去当学生。不是有时候吧？你不是常常去当评审吗？他们现在就是你知道，就是可以想见你在校园受到欢迎的样子，就是他们只要你可以来，什么身份都可以。今天可以叫你来表演，明天叫你来当老师，改天叫你来分享，然后再叫你来当评分。你喜欢哪一个角色？还是只要进到学校你都开心？其实都可以耶。但。那评审就有点痛苦，因为什么很困难啊？怎么会？就是评审就是可以说别人感觉很嗨不敢。他们都找你去了，你还那么客气？没有，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应该只是想要请你去颁奖。哦，其实这样可以啊，这样、OK 吗？就坐在那个台子上，然后给你一个那个，就是好像说，帮你找点事做，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拍照。你从你那个，从你开始被大家这样这个包围啊、簇拥啊、喜欢之后，你有感受到唱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变得不一样吗？还是、唱歌这件事情？对啊，因为你是用这件事情被他们认识的嘛，对不对？有人喜欢我会很高兴。对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动力，可以继续在大家面前唱歌，不然我以前也不敢在。我以前只敢自己唱，是哦，对啊，都在哪唱？家里洗澡的时候唱，洗澡的时候唱歌，对，真的，洗澡的时候，那就是在唱自己的创作吗？还是有时候乱唱一通，或者是唱我喜欢的歌这样？哦，你喜欢的歌，所以你有特别记得你喜欢的什么歌？我记得那个以前就喜欢张韶涵啊、S.H.E 啊、孙燕姿。
你也是喜欢这种甜甜的歌，然后有一些有个性的女生，就是、孙燕姿哎、欸，对啊，都喜欢，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你还记得孙燕姿什么歌？你唱孙燕姿应该蛮好听的耶，有点想听。孙燕姿什么歌？不用记得歌名啦，就随便刷两句就好了。我想一下，他连笑起来都有点。好像今天是走一个哎、欸，你说，有话好好说。突然忘记。那个天哪 ，Hush 的那个 Hush， 那首叫做什么？是说心语哦？哎，不是那个什么心啊？对，克普勒，克普勒，哦、克普勒啊、哦！哦，可是我现在忘记怎么唱。没关系，歌词是什么、啊？哎，没关系啦，对，算了，好吧，对，没关系，没关系，唱你自己的歌好了。你今天带那么多歌来，那我们就要继续来唱今天你带来的歌曲喽。你要进入你安排的歌单里面了吗？哦，好啊，真的哦，好，那我们还是把它打乱吧。那我们就先来唱第二首歌好了。第二首吗？什么天空有、哦啊？为什么这么悲惨啊？对啊，听起来很悲惨。是啊，所以它是个悲惨的歌吗？算是你堪称你这张专辑里面最悲惨的一首歌。他那时候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嗯，这是副歌，是，然后。我就一个晚上一个人走回家，然后突然觉得心情有点差，然后呢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好像没有那么顺利，这样就觉得 只有我天空有乌云，但其实它到后面就 是就拨云见日了，对对对对，有那种也不算拨云见日，有点是释怀的感觉，是啊，释怀没有到拨云见日，就是随意啦，就他在那里就让他停着吧，他该走他就滚了，对对对对对、哦，有点这种感觉。天哪，这么洒脱，嗯，你从哪里走到哪里啊？大半夜的女孩子，我从教会走回我们家。哦，教会哦，其实那是一个非常短的路程。你没事啊，短的路程，人在寂寞的时候，三分钟都像三个小时，真的是吧？天哪，我们两个终于连上线了，好。那我们来唱这首歌先、哦、好啊好啊，可以吗？嗯，雨天我就淋湿身体，灵魂升华到空气里，别人都说怎么一脸暗淡，要为我的苍白涂上缤纷的颜色，没关系，我爱现在的自己，这样好了，好啊，我们今天都随性啊，你想唱完它一大曲就唱完一首，你想要唱一段那就唱一段。好，你都用什么样的心情决定自己要唱多长？心情就看 当下那一刻，看当下的那一刻。那现在呢，现在让你决定在这里，哎，好，那这首就唱到这儿吧，是为什么？想说可以再聊天啊。哦，真的吗？对，我想说你不爱聊天耶、欸、就是我一直在讲话好像觉得好打扰你哦、喔、不会不会。哦，真的吗？那你喜欢聊什么？我们就来，你喜欢小狗还是小猫？喜欢小鸟。最近很喜欢小最近很喜欢猫咪耶、欸、为什么？
那之前为什么不喜欢他们？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之前一直很喜欢柴犬，现在也很喜欢啊。柴犬很可爱啊，因为我们家养过柴犬。哦，真的吗？那你要记得看《已读不回的恋人》里面也有一只柴犬，哦、还有这只柴犬叫洋葱，哎，很可爱耶，跟那个季子淇，真的，你就光看那只，你就每天在那边等那个，那只狗很可爱。然后他听说他是那个流浪狗，然后被收、哦、被那个剧组收养。柴犬为什么会变成流浪狗？谁知道呢？是不是这么可爱？真的？那你会重新喜欢小狗吗？我也喜欢、哦，一直都喜欢他们。只是最近也喜欢小猫。最近为什么喜欢小猫？是为什么你遇到哪一只猫带给你一个人生的改变？遇到网络上一只猫。网络什么猫？白烂猫啊？你说赖贴图那一只吗？那个 Instagram 我有 follow 一只猫咪。哦，真的、哦？然后长得是真的猫咪，是真的猫咪。哦，然后它每天在那边发照片，然后吸引了你这样子。对，我每天都会看。哦啊，那他有别的朋友吗？你说猫咪吗？对啊，他有追踪别人吗？有啊，他有追踪别的猫？他有追踪别的？对，小猫会追踪别的猫啊，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啊。对啊，那你有想帮他写一首歌吗？我有一首帮我朋友的猫写一首歌。真假的？嗯，在这里面有吗？是这里面的吗？这里面没有。啊，他有发表了吗？在你的什么 Street Voice 那个？这首好像是在那个乐人 Session。Oh, 那时候录的时候我有唱这首。是哦，嗯， YouTube 上可以找到。哦，叫做什么？叫做邦尼。邦尼，邦尼，邦尼。那只猫咪叫邦尼。哦哦、邦尼就邦尼。对，哦，邦尼是安妮的朋友哎。然后他可能遇到强尼，是一个这样的概念。那里面有这些是这些就是故事吗？故事是那只猫咪也是、嗯，就是他收养的、哦。他之前就是一只被虐待的猫、嗯，很可怜。对，但它长超可爱耶，真的。嗯、那个季子淇那只洋葱也很可爱耶。我现在我啊，它是柴犬对不对？是就已读不回的恋人里面那一只。你回去跟他做个朋友，然后帮他写一首歌好了。拜托了，他真的很可爱，你就帮他写一首洋葱，不是洋，不是洋葱，对，不是洋葱尾那一首，是那个就是戏里面小狗的那一首。他很喜欢小猫哎，那可以问一个。反正问你什么都没关系啊，你也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嗯、那你比较喜欢 Hello Kitty 还是比较喜欢加菲猫？他们都是 Hello Kitty， 为什么？加菲猫就是有点负担的感觉。你说他太胖吗？对对。然后他的形象啊，电影的形象。他的形没有啊，他很活泼啊，他就是一个你知道逗人开心的男孩那种概念啊。Kitty 没嘴巴，感觉他很安静。那是因为人家不让他讲话，你怎么知道把嘴巴放上去，他会不会很吵？是这样子。那你有想过帮他画嘴巴吗？这样就不是 Kitty 啦。真的，所以你还是很坚持一种原创的心情。所以你讲话最大声可以到多大声？可以很大声。你是说对着那个像电影在喊的那个？喊出浪漫氛围的那种什么 ？Organic Days。哎、欸、你怎么知道我在讲这个？天哪，你好会哦！你怎么知道我有 catch 到你？哦，太酷了！嗯、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讲这个？我也不知道哎、欸，我就感觉你好像要说这个。真的？嗯，我跟你说是，我就是在讲那个、嗯，因为就想到你就会想到那个画面哎、欸哦，所以这个电影对你是有，你是看过的，还是这个画面对你是有印象的？其实我还没有看过。其实我也没有看过、哦、但我对那个画面就是很有 feel， 对，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画面，真的真的好，我们竟然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对上线，真是太可怕了，而且我没有说耶，那你可以讲到那么大声、欸、我也不确定耶，我想应该很好听，真的吗？就是跟那个女生在，对啊，她那种甜甜的，然后又有一点点感伤这样子，她不是在想念，她是在想念她朋友吗？还是忘记了，我忘了那个桥段是什么？因为我没有看电影，我也是没有看。就我们好诚实哦，哎，不好意思，哎，回去赶快看看。那好哎、欸，那这首歌就很适合这个画面了。哪一首歌？你今天排的第一首歌哦，是吧？对啊，真的。你为什么会想要第一首唱那一首？我们不要说哪一首，为什么会先想要？因为排歌单一定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不论是他的想法或是你的想法。那你今天排歌单排了三首，然后被我整个打乱。现在、就是、为什么要唱第一首？那个、对，为什么你要第一首唱那首？因为刚刚工作人员跟我说第一首是那一首歌。你怎么那么诚实？就是你现在这一支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就对了，欸、算是吗？第一波拍了 MV 的歌，可以这么说。应该是，应该是。这个在校园里面也常常在表演。对，而且这个歌发表的时间应该更早之前了，对不对？
不是在这张蛮久之前对吗？我看了好像是16年还是更早，更早，更早，对不对？因为是我至少四年了，感觉。嗯，我喝一下水。你先慢慢喝，还需要汽水吗？不要，把开水，我帮你加水嘛。哎，我们今天两个，你知道我们两个在这里聊天，有一种就是旁边好像都没有人的感觉。哎，对，是不是？然后我们忘我的感觉。对对对，也不知道忘我，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会觉得怎样，但是你突然间唱歌，他们就会记起来。哦哦，那个舞台上有人。哦。对，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创造的那个节目的氛围。这个很有趣耶，这表示没有打扰。我想知道就是工作的那个人他们会不会抗议说为什么要把舞台放这边，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不要问他们因为好吧，对对对，因为这个没办法，不是，这也不是没办法，就是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现象这样子，然后就突然间这也是一个惊喜啊，那你知道他哪天在这里看到了谁，然后就像我们在今天看到你也是一个惊喜，然后制作人非常喜欢你，他跟我说哇今天来的那个小女生好可爱，然后他就丢了好多你的歌给我听，然后他说啊你要好好跟他聊天，然后可我刚刚一看到你的时候我好担心哦，我就发现你是个不讲话的女生，然后就是一直傻笑呵呵呵这样子。在家里也这样吗？不是不是，那你可以把家里，你可以把这里当家吗？你最常跟谁聊天？我好像真的很少讲话哎，真假的？那你会闷吗？就唱歌就好，对啊。我好像有时候可以一天都没讲话。那你都是干嘛？我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在房间里面，在家里，在家，你一个人住吗？没有，我跟我们家人住。对啊，那你家里人不会担心吗？这孩子怎么今天都不不会，他怎么会跟我讲话？难怪你会喜欢 Hello Kitty 耶，因为他不讲话。对啊，你跟他你就跟他聊天就好了，真的。也还不一定，有时候也会讲话啊，就会跟朋友聊天啊。打电话吗？还是不喜欢讲电话？那怎么讲？就是用那个通讯软体传来传去。对啊，打字。哦、嗯。所以就是用这样保养你的喉咙吗？就是不讲话的，所以你唱歌才那么空灵，然后带着一点点那种很清晰的，好像真的能保养到哎、欸，真的吗？就很少用。哦，那也不开嗓了，就是反正打开嘴巴就能唱了。有没有？要开。啊，开嗓的方式是，但我今天没开，这好像可以试试看。还蛮好的、啊，你每天早上就帮自己录一次这个。对、啊，我觉得好像早一点起来，但还是要多讲话才能开嗓。所以你今天来我们这里之前，来安大明星之前有讲话吗？有讲话，但没有讲很多。是为什么？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今天早上谁跟你说话是他吗？对，巴迪有跟我讲一些话了。然后，但是你就让他一个人讲。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大概五分钟都是我自己在跟你讲，然后你就呵呵呵呵，大概是这种 feel， yeah, 也还 好啦。好啦，我们来听你唱歌好了。他们一定会觉得主持人好吵、哦，明明安妮唱歌很好听，都不给他唱。那接下来这首歌你想，我们先问你好，你想要唱全部还是想要唱一半？嗯，不知道哎、欸，大家现在不知道有人看吗？现在有人看吗？有啊，有人看啊，他好开心哦。哎、欸，那就这位那个制作人，请问你想听？一半还是全部？他想要听全部哎、欸，好啊。他可是我想要听一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唱一又二分之一好了。好啊，那就这样哦、喔。好，好，那你要有也要有那个歌收歌的感觉，这样子。OK， 好，你会，我懂。嗯，那我们来听你唱这首歌是。哦，我喜欢你。好。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实没有慢慢的话题，却是不会尴尬的安静。我只是想对你说，我喜欢你，都是很简单的原因。好，你真的唱了一首半嘞，而且好像。而且还蛮好的、啊，没有很奇怪哈。不会啊，对啊，因为刚好没有啊，因为这歌都是你写的，所以你要在哪里让它停，你要在哪里让它打开，应该都很有你可以控制自如。对，因为它都是你的原创。嗯，写歌很难吗？对你来说，我觉得写歌不难，但是写自己觉得好的歌很难。什么叫做你觉得好的歌？就是。这是一个很后设的话题，写完了之后怎么会知道？是要很受到欢迎还是怎么样？哦，这可能真的有两个方面，对啊，嗯，是不是？所以你想太多了。哎，真的，嗯，因为其实写的时候都没有想这么多，对啊，都是要过一段时间才知道的。真的，所以也没什么好的，一个创作人就开心的一直写，这样就好了。对，如果你是一个这么爱写的人，写歌会让你有满满的能量，那你就一直不断的创作，那就是。讲话会让我们觉得愉快，我就一直讲话，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嗯，你很爱唱歌吗？说真心的，嗯，会唱到很累吗？很疲吗？还是说一整天都不要讲话，可以一直唱歌都没关系？可以唱，除非沙哑。除非沙哑，你有唱过到沙，那个整个沙哑掉嗓子的经验吗？会担心吗？嗯，还是？除非有时候有那个专场表演，就要唱两个小时的话，哦，唱到两个小时，加起来哦。但你应该总共其实真实时间也不是两，嗯，但是就真的唱很久，唱到结束，结束回到家就突然觉得非常累，然后是可能会有三天都不想讲话，三天都不想讲话，感觉上来说，你有一个梦想的舞台吗？就是想要唱上哪里，或是？有一个怎样的目标，就有一天你一定要征服那个场子哦。目前台湾就是小巨蛋最高，对啊，哦，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不会啊，又有一点自己的期待，就再多写反正一个目标，再多写，对对对啊，再多写几首歌，多唱一点很多人的歌，啊，你有特别觉得自己唱歌会被人家说来说跟谁很像，还是说会不喜欢听到这样，还是你自己都觉得就是这样啊？你有这个，有这些话题在你身上吗？嗯，有会困扰吗？还是其实是很开心的？就也还好，都也还好，像就像就像，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对啊，就算像啊像就还是不一样啊，不然那怎么样？也还好，说不定我也很喜欢他像，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哦，那你喜欢像谁？喜欢想也没有说喜欢像谁，不是喜欢，就是喜欢比较常听到说像谁嘛。对啊，对啊，对啊，像陈绮贞啊，一定都会讲到他嘛。对对对对，因为我也真的很喜欢他，我相信是。嗯，你就是在某一些那个想对歌的想法上，也许是跟他就让外界观点来说是应该是很相近的。嗯，那也有人说哇，你跟韩国那什么 IU 也有一点点气质。这个我会太开心啊，我超喜欢他的。啊，真的吗？你很喜欢 IU 哦，所以你也会唱一些韩歌。我要练呐，啊，嗯，对，对吧？那你会讲韩国话？妈妈会教你吗？还是他都跟我讲中文？妈妈都跟你讲中文？嗯，那你有跟他回去过韩国吗？还是没有？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每年都会回去。特别的时间吗？还是就是很长的一段，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活的片段，还是固定的一些行程？比方一年都要回去一个月啊，还是一年？以前真的是一个月，哦，真的一到两个月，就是暑假。那在那边会无聊吗？后来真的有点无聊。是啊，你会在那边？你有哪首歌是回韩国的时候写的？哦，有哎，欸，因为我有去那边一年交换学生过。哦，真的。所以那一年也有写了一些歌。那有哪一首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啊，太多了，你看你真的写太多了啦，写到自己都忘了，也真的是，我也真的是醉了。有写济州岛，去济州岛玩跟朋友，哦，那时候放假的时候。那歌名叫什么？歌名叫做《小旅行之末晚凉》，反正啊，《小旅行之》那个后末晚凉，那时候觉得到底要叫什么歌名，啊，很难，哦，真的，就是因为那是晚上的感觉，然后凉凉的，嗯，
那时候末晚凉，末是哪个末？就是结束的那个末。哦，最后那个世界末日的末，對對對對，末日的末。哦，末晚凉，天哪，你是个小文青来着。可能那时候就我也不知道。所以你有特别喜欢读谁的什么诗啊、词啊，还是什么古？我说的是古诗、唐诗、宋词啊，还是什么？因为我是那个有点，我们系有点是中文系的那一类型啊。哦，所以会念一些，是吧？对，然后就会让你自己在那边创造新的文字，可能吧，我也不确定。哦，就来这个末晚凉，但我也蛮喜欢，很好啊，没有什么不好。创作人不就是这样，有自己的风格？嗯，对啊。那济州岛，你那首歌叫什么？小旅行之末晚凉，我都叫小旅行，叫小旅行。对啊，那你现在可以来一下小旅行吗？好啊，好啊，是不是？这今天才有的，专辑没有的。现场让他唱《小旅行》，好酷哦！应该记得。每首歌都可以当主打哎，哦，谢谢，真的啊，就每一首歌都有给大家很特别的心情。这首小旅行也很好听啊，为什么不收？我不知道哎，哦，所以你给了多少？你给了公司多少歌啊？然后他们最后真的精挑细选的这十一首，嗯，而且有一首是做了两个版本，对不对？对，哦，很酷哎，你可以一次发十张啊，你干嘛客气？没钱，是因为他做太精致嘛？所以每张都这不会啊，套餐都套好了，印几份。好，下次就是我们你干脆直接发一个套装好了啦，就是红安妮套装专辑，就2018什么第几什么春季套装这样子。好啊，你是个你一年可以写几首歌啊？你有算过吗？照你这种速度跟，而且每首歌都有它很清新跟动人的地方，欸，哎，嗯，好酷哦！谢谢，真的，嗯，你是国民写歌王，欸，哎。太神奇了，没有没有，就一定也会有一些你的瓶颈，也一定也接下来你会面对到更多你想要去突破的事情吧，对，对不 对， 对，所以你写歌一定也会想要再往不一样的方向去，搞不好你先有一天想写个类似像可以给阿妹唱的那种大歌这种概念的感觉，对啊，是吧，你应该有想过吧，嗯，有，你有一些什么很经典的歌是你想要去像那样的吗？嗯，你说别人的经典的歌吗？嗯，对对对，你写的歌你想要写成啊，比如说林俊杰唱了什么，哦，什么的歌或什么什么的，一定有吧，应该会有，嗯，一个创作人应该就是不断在帮自己想新的那个目标，对，去攻下它这样子，对，嗯，很多耶，欸，没有办法一个，就很多经典的歌 我都觉得真的是很需要一个能力吗？不用能力，应该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勇气，因为你需要去打破你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是吧，也需要多一点精力跟时间，精力应该有啦，多看，对啊，多听，对对，要多喝点精力汤啊，身体健康，然后他开始在那边跟那个音符搏斗，还有跟那个曲调在那个地方，嗯，就你要把自己那个整个那个视野这样子什么拉开之后，然后你就像那个就在从什么几度的什么唱到哪里，然后在这里面找你喜欢的那个，是吧，是那种概念跟感觉，然后配上你的小清新的歌词，觉得很酷耶，欸，你会有一天想要跟别人合作吗？还是想要自己就是最方便的写完就自己词都填好了这样？没有，想合作
真的有梦想中的一些就是伟大的，就是大手，就是想要跟他们可以有一些，是遥不可及的。怎么会吗？那不一定啊，你不要想说你想跟贝多芬合作就可以了，就是有可能可以还在世、啊。对啊，是啊，当然了、啊。你有很喜欢的人，对不对？很多哎、欸。没事啊，就一闪而过的那个人就是啦，又不得罪谁。我喜欢方大同。你喜欢方大同？那跟你公司讲啊，他们就会帮你想办法。当然啦、啊，是不是这样说？我也想跟熊仔。哦，你想跟熊仔、哦、因为他就是感觉很酷。但是他做的东西跟你都不一样啊，所以才很特别、哦、真的假的？你说你心里的，你心里很多奇奇特特的能量哎、欸，有时候蹦蹦跳跳的，有时候嘻嘻哈哈的、哦、有时候又安安静静的，就可以多尝试，酷毙了天哪，我们有一天应该好好去找一下那个什么的，好好研究一下你脑袋里面到底装什么。你好适合写我们的梦想版哦。哎，来人啊，梦想版在哪里？嗨制作人，你是大学生的偶像哎、欸，你应该为梦想来给他们一些你自己的想法。来到校园这么受到大家的喜欢，你喜欢蓝的黑的？让你写字。好啊，黑色好了。黑色笔，谢谢。我们要写梦想的意义。意义吗？就是对你来说。其实我刚刚一直参考后面。干嘛参考别人？你不是个原创人吗？我觉得大家怎么都写这么好，害我不知道写什么。你就写你的啊。梦想就是人生的小旅行，梦想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很久几年前有想过，因为很有事哎、欸！你几年前几岁啊？你他们几年前在想梦想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参加一个音乐节叫梦想音乐节、哦，然后他也要叫 我问说梦想是什么、哦？真的吗？我觉得超困难。我想我们那个制作人应该有一天想要去制作什么中国好声音或什么之类的吧？梦想是什么？大家学那种概念和感觉，那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一直觉得梦想是没办法实现的东西。你怎么跟谢家健讲一模一样的话、啊、什么跟他说梦想不一定会实现。我觉得能实现的是理想，但是梦想因为它是梦、啊、不会啊，就把梦想变理想就好了，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纠结？我好像有写过这个歌，我帮你打电话给谢家健一下为什么你们突然会讲出一模一样的话、哦、真的吗？有啊，他写的，你等一下可以去找、哦、对啊，那你就写你的。我觉得我很实际，你是文青小女孩耶、欸，但对啊，可能你是这张应该会有各大院校来想要，各大专院校想要来跟我们索取这张红安你的梦想版。哦，这张吗？嗯，对啊，你还没写。希望你们可以真的来索取。哦，真的吗？希望他在，可是我们要给他，真是的。好，那、啊、我要写吗？当然啦，不然你要用唱的吗？梦想，我想一下，嗯，我刚刚有想好。你快写。今天，哇，你写字小小的、欸。OK 啊，那就是你的风格。来人啦、啊，手机拿来。制作人就在那个地方动都不想动哎、欸，因为他就在那边听你唱歌，他听得好嗨哦。他今天中午就是整个精神很好，觉得哎、欸，来帮你们偷自拍他，偷拍。天哪，我没有拍到我哎、欸，不好意思。噔噔，等一下你自己拍，这是我帮他们偷拍你的。抱着吉他写梦想版的红安妮，我们用一个仰角来看，安安大明星红安妮，拍一个最近喜欢小猫的红安妮，好像小了，没事啊，签名哦，那我先大一点好了 ，OK 呀、啊，对啊，名字最重要，要让大家更认识你，不能只有在学校，要走出校园，来到。社会上，然后跟我们这个轻轻的说您写的梦想版，跟大家来说一下梦想是什么、哦、嗯，好，来说，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传达爱与力量、嗯、我觉得我希望我哥可以就是不是只是听，是听了以后有让人家得到一些反应，鼓励啊或者是什么都可以，真的就不让他觉得有人跟他一样不会那么孤单、嗯、就是这样酷、嗯、这时候就是不能讲太多话，然后会打，然后要自拍吗？对啊，你喜欢自拍吗？还是也还好？没事没事没事，我每次自拍都拍得不是很漂亮。没事啊，但那就是你啊来看一下，好看一下，你叫那个梦想版看一下吗？你也是蛮可爱的，他又不会讲话，他不是猫。来看一下哦，来梦想版看一下哦，对对对，好，嗯，要照到字都可以啊，你也可以不用拍那个板子，拍你自己，应该有了，应该有，好，
制作人，你的手机。制作人好开心哦，谢谢。他喜欢小清新偶像。好，啊，你今天来还可以吗？像我们不知不觉，很有趣，我们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小时，哎。哦。然后你还担心说我们没有办法对话。哦、我不会担心，真的吗？因为主持人真的很搞味，因为主持人一定有他的那个。真的，我是国民聊天王，我第一次当国民聊天王，所以就是新朋友也要跟他好好聊天。有什么你想唱的歌，然后现在没有唱到，就觉得不想走的，就现在唱。不会耶，怎么可以这样？你要说有啊，你要说有，你要说有哦。哪一首？第三首吗？第三首，哦、你说一样的、哦，还是我要唱就是你们的那个？好，节目歌当然啦、啊，你人真的很好哎、欸，我想听，因为我有练呐、啊。哦，那我要听，快点快点，唱完才不能。对啊，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可以看歌词吗？歌词呢？来人啦、啊，维纳斯。但我说不定可以记得起来。没事啊，你用你的哎、欸，不然正好，如果歌词突然忘记，你就用你自己的想法自己写，有什么关系？哇，就是个即兴来着。那我先喝一下水。好，他是本节目最爱喝水的来宾。OK 啊，喝水很重要哎、欸，喝水是要保持那个。哇，你有认真帮我们准备这歌，让我们太感动了哎、欸！我刚刚不好意思点啊，因为我刚刚在上来之前没有跟你问，所以我想说你应该会希望用吉他伴奏。哎、真的，谢谢你。我是练副歌而已。OK 啊，就只要这样就好了。哦、对对对，那就来喽。好，唱歌。我想，哎、欸，我偷看一下歌词好，可以啊，复习一下。好，哎、欸，你经纪人帮你找好了啦。哦，真的、哦？对啊，他有来上班啊，他不是在打菜的。谢谢谢谢。好，应该是不会忘记吧？我想也是，你一定准备的很周到，然后你一定还有你自己那个特别的设计。那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你要说你要唱什么歌哦？哦，我现在要唱《听见下雨的声音》，yeah. 然后是安安大明星的。主题曲吗？所以说就是在这里，就是有好歌曲，希望来的歌手都可以为我们唱一下。好啊，好啊。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幸福也可以很安静，我付出一直很小心。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而我的世界被吵醒，就把情绪红了眼睛。哎呀，最后一句忘记了。不舍的泪在彼此的脸上都抱歉、啊、我们喜欢听到一首歌，然后好多人不一样的人唱，然后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嗯、然后有人来清唱，有人踩着卡拉唱，有人踩着 MV 唱，然后有人就是像你这样子还特别帮我们用吉他伴奏唱，哦，感觉好有爱哦。真的啊，就你们愿意这样唱这首歌，这首歌很好听啊，我们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然后后来就变成哎，那不然来的歌手都可以帮我们唱两句吗？感觉大家都还蛮乐意的，然后有一首歌让大家可以有共同的那种表演、嗯、觉得也是件酷的事情。真的谢谢你愿意帮我们这个还特别练唱哎、欸。不过我不是很完美。没有啊，不要这样子。那个那你知道原唱是谁吗？那个魏如云哦，真的，他那次来他自己都忘词，所以你不要难过。你可以回去看魏如云温暖版大忘词特别版，而且他自己唱到就是很开心。嗯嗯，真的好啊。但是节目的时间就是很有限，好，然后希望你这张专辑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谢谢。然后今天也在那个没有经过你的先跟你预先沟通之下，然后唱了一些其实没有在专辑里面的歌，或是不是你安排的歌单。我相信你是一个很自由的歌手，所以会希望也在这里看到最自在的样子。我很喜欢你唱的小旅行哎、欸，谢谢，真的那是今天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但它是一首好特别的歌，它真的可以让人家在旅行当中得到一种很不只是放松，而且是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嗯、然后还可以在那个地方感受到青春的气息，而且应该会玩得很开心。 嗯，你自己最喜欢你这张专辑的哪一首歌？
最喜欢。对呀、啊，因为你给了那么多歌，然后他们挑出来这里面一定也有一首你就特爱的歌。其实很多我都很喜欢、欸、我相信是。对啊，我真的没办法一首。我懂，因为在宣传这个时间不可以说你喜欢哪一首。真的很难，嗯，有很多我喜欢但是没有放进来。好啊、嗯、那希望接下来就是你是一个成为一个非常那个经常可以发片的跟大家那个用音乐交流的一个好朋友、哦、好，希望有一天你真的又是一个大明星。谢谢，我会加油。那种大明星的感觉应该会是你舒服的，就是大家喜欢你的歌声，融入你的表演，看到你的时候会微笑，听你唱歌的时候也会随着你的喜怒哀乐然后去做自己的疗愈，感觉来说是一件很棒的事。好，我们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帮今天节目做结尾好不好？好啊，你来唱一首歌，就唱着唱着唱到你刷完吉他我们就结束。哦，好啊。你要想唱哪一首用你自己决定。我的歌吗？当然也可以唱别人的歌，你开心就好。嗯，要唱什么呢？你说。不知道耶、欸、啊，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么客气，你怎么会有不知道的事情。唱一首可爱的歌好。好啊，在可爱的歌声当中，谢谢洪安妮今天来。你要唱一段还是要唱整首？唱一段好了。我们有个导播，他很厉害，他就随着你的歌，然后把节目这样咻这样收起来。今天就在那个安妮的歌声当中、啊，谢谢你，安安大明星。哦，这样就开始了。对，开心吗？这歌名是、哦、开心黄衬衫好，黄衬衫男孩。哦、黄衬衫男孩，我说你的校园必点歌曲。对啊，同学很喜欢这首歌。我懂，我今天想说没有唱到这个话来看的同学应该会生气，同学不要生气哦、嗯、他唱给你听了，不要生气，所以校园必唱歌，谢谢你唱，谢谢、哦、那我直接唱吗、okay. 那我要先谢谢大家吗、谢谢收看的每一位朋友，谢谢收看，然后谢谢工作人员还有安安。谢谢主持人。好，让我唱歌。谢谢在这边聆听的那个大家。啊，我是洪安妮。嗯，谢谢，谢谢大家。